建材大展连续4天来登场，现场也展示了各种建材技术以及未来建筑产业，也结合了智慧家居。其中卫浴品牌也在这一次展览中首次曝光最新的专利研发产品，让民众非常有兴趣。那么现代人更加重视食安健康，可是台湾气候高温潮湿，厨房的食材容易和环境交叉污染，产生细菌。 卫浴品牌这一次展示的电浆灭菌厨房水龙头，透过技术让居家用水快速灭菌，不管是洗手、洗菜，还是日常环境清洁，民众都能更加安心。